小鸭们小鹅懒，背上了书包上学堂，不怕太阳晒，也不怕那风雨狂。我是初一年级的马方神，今天是我来潍县马渡学校上学的第一天，心里既紧张又激动。潍县欢迎你，为你开天辟地。你好学妹，我是初二年级的沈广林，今天让我当你的小导游，带你逛逛学校吧。好呀好呀，谢谢学长。哇，我们学校真大，有好多高高的树，好多可爱的花。学长看，那里还有小食堂，食堂里还有鱼呢。咱学校可是东里湖最大的公立中学，一共有六栋教学楼，3000名师生，创建人是拉玛五世王后 Miguel， 学校就像一座大花园，环境特别优美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我现在的心情正如当年意气风发的孟郊啊。原来学妹是个大学霸呢，真棒。我们学校有很多特色课程和教室，你看2号楼有传统风格的泰语教室，3号楼有现代的理科实验室，4号楼有个性十足的英语活动室。学妹，你以后想学什么专业呢？汉语，我对汉语特别感兴趣。走，我带你去6号楼看看，那里还有汉语教室呢。这里有一张照片，好像是学校师生在操场跪拜，场面好壮观啊！这是校庆日的活动吗？没错，每年的7月1号，从潍县毕业的学子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回到母校参拜 Miguel 雕像，共同为学校祈福，祝愿学校越来越好。潍县马渡好学校，男女老少都知道。潍县马渡真是好，树多花多人不少。潍县马渡真是赞，设施丰富教育棒，校园文化氛围好，活动办得真热闹。上课就像玩游戏，越学越觉有兴趣。海外文化也不错，开阔视野知识多。你也花来我也花，学校有点说不完，说不完。